我们这边 Google 相簿里面还有一个叫相簿，那这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东西其实还蛮好用的，因为哈、哦，你这个相簿，我们来点一次给各位看哈、哦。相簿这个地方啊、哦，比如说我今天去了一个不是我常常待的地方，比如说我常常待在新北市，啊、哦。然后我离开了我不是常常待的地方，比如说我去台北101，或者是我去南部等等的，我拍了一些照片之后，然后他后来又在侦测到我又回到我原来的地方了。不管你在外面待几天，你回来原来的地方之后，有可能这边有一个叫小帮手，他就自动帮你产生了一个相簿，就把你假设你去台北101这边所拍的所有照片变成一个，他可能就写说，哎，周末在看那个101是在哪个地方什么里啊，或者他那边叫信义区好了，可能叫周末在信义区，他会自动产生这个东西。而且进去之后呢，有时候你点进去之后，你可能看哇，他把每一个点的名称，就是他会抓出一些点的名字，然后呢甚至是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，然后甚至照片，然后甚至又过一段时间又有一个地点，然后又再继续照片，然后再也有可能是有地图的，他会自动帮你产生、哦、有时候你看到真的会觉得很棒，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一直没有给我产生出来呢？我想要我假设我前几天去台南，我有拍照啊，我希望他能够帮我产生一个相簿，可是他没有产生，没关系，我们也可以自己做。怎么自己做？来，我做一次给各位看哈。我们可以先到相片，先回到相片。比如说呢，我这几天这八张照片是我在花莲拍的。这八张照片是我在花莲拍的，所以我现在已经回来台北啦，已经两天了，还没够产生那个小帮手，那个产生相簿，好，所以我就可以自己来。我在照片按久一点，它就打勾勾了，对不对？把你要的勾选起来。哇，那我如果有100张照片，我不是要这样子点点点，好累哦。来，再教各位一个方法，打勾勾可以不要这样打。啊、哦，你可以这样子，这里本来会有一个圈，可是现在点不到，你可以是在这个相片先打勾勾到，哎，一个勾勾，上面是不是就有一个圈了？你可以打这个圈，这一天的或这个月的，它可以把它全部选起来。OK 啊，但是这三张我不要、啊，没关系，再去点一次，就取消掉了，可以吗？我选好照片之后，我按上面的加，然后相簿，然后这几张照片就出来了，它会照时间帮你排好，而且它给你随便，你看它给你随便配置，因为我这是照长的，所以他帮我这样排成这样子 ，OK，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新增标题，然后开始打，比如说呢，花莲，等一下来，花莲一日游，啊，假设这样子，啊，所以它是11月10号的晚上到11月11号，你看日期自动帮我抓、欸，因为11月10号我到了某个地方，那其实住在学校宿舍，然后之后隔天上完，在那个学校上完课要回来，在那个花莲火车站我拍的照片，所以他自动帮我抓11月10号，因为这是11月10号拍的，后面几张是11月11号拍的，所以他这里范围就帮我抓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打到这里，来，我再重做一次。怎么做呢？
把你要的照片，把你要的照片，你可以打勾一下，一个打勾了之后，如果大多数如果你拍照很频繁，这边应该会是写11月几号，那你就可以去勾，一勾上面的这一个日子的全部被选起来，那这时候你又可以哪些不要把勾勾拿掉啊？那我等一下我看看我往下可不可以做找另外一个日期来做示范。好，这边八月的好了，你看哇，八月的好多、哦、，OK， 这么多，我要的可能比较多，都在这里啊，到这里，我要到这里啊，哎，其实这边都还可以，到这个啊，到这一个，那但是不要的比较少。也还蛮多的啦齁。好，那就是你就按久一点就是了。一个勾勾起来。但是呢你也可以，我记得好像可以用图的。诶啊不行。我看一下齁。我记得好像之前可以用图的。好，按下去之后就这样子，你看我就这样子扫。然后我再做一次好了，来。你看齁、哦、我按下去之后它打勾勾，但是我手还是放在萤幕上。然后开始滑，啊，这样子好了，这样滑下来。对，不要放手，继续滑下来，滑到我要的地方是，再下来，再这一个，放开，就我要的照片选起来了，然后按加，然后选相簿，然后就出来了之后，先打名字。比如说刚才我这些照片是在日本的新系，你看23到27号都帮我抓出来了，五天内正好就是这五天，日本新系啊五日游，好，打到这里，等一下后续我再来做怎么做，可以吗？所以现在请各位尝试先选照片，再按右上角的加，然后呢他再选相簿、啊、按了加之后再选相簿，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就跑出来了之后，请各位在上面打字，可以吗？到这里来请各位做一下。